两位在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感谢主，我参一群同完成四点钟，当做伙来到永隆教会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啊，头拄啊，阮对咱来讲，讲这阵拢是迄个老男子，我甲恁讲一个秘密，这阵拢是女的较多啊，查甫人以外吼，这中间拢无一个是好人啦。你看内底吼，唱歌吼。已经把酒扛起来啊，耳卡无听见啊，后背长伤悬，就等哥哥，等哥哥伊那落来吼，啊后迄个身躯爱装支架，心中装支架，啊总是呢，就有机会伊就愿意出来服侍。啊，常常我咧咧介绍讲，即阵拢是歹人的时阵，伊讲，因就甲我讲，无输你减讲一下，减讲一下，咱中间吼各百姓的，我哪有百姓的，我才想起来，我三年前吼。这有记着丢架吼，而且挂一条起来，啊，所以可能是咧讲我啦吼。啊，总是咧真感谢主，就是讲，咱活咧一天，若有机会当服侍时阵，就唔通，拢将这个机会给丢掉去，继续咧，这个人生是条路对不？啊，今仔日我来到永隆教会时阵，其实非常紧张，紧张到吼，昨下咧胃肠拢无好势，因为内底我知影，今仔日拄着足侪我的至亲好朋友。啊，我是彰化教会出身的，啊，好佳哉吼！听到什么时阵的？听到今日楼卡要起来时阵，看到郑光仁医师吼，啊，才胃肠才好起。我细个拢食伊药啊，哇！啊，今仔日我要用这个讲，后尾要做台先，甲咱做来分享，咱来看见着讲文字书讲一个重要性。咱知影讲今年台湾基督教教会伫纪念庆祝，讲是。宣告159年，总是这个159年绝对不是白白的当得到这个物件，绝对是足侪人因来牺牲，因来改变因的生活习惯，啊，所以呢，来遮建设，当好，互咱看见着今仔日啊，这个150年，而且宣告时阵，到像咱来看到啊，有一间耶稣教会，有真侪教会，伫咧台湾各所在来做这个宣告的时间，啊，所以我要从啊清明节要来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因为伫这几年中间咧，啊，广播社有一个进步，就是爱将这个宣教书，啊，特别是这个英国的宣教书吼，开始来帮您做一个记录。啊，因为因过去啊，千里迢迢把您为因的故乡来到台湾，啊，什么拢无做，就是干那扎一个一心一个心，扎一个讲愿意服侍一个心，来到台湾这个所在。啊，所以伫这几年中间咧，我有去拜访几个宣教书，啊，我嘛将。即、这个伫即、这个去英国一个过程咧，啊，咧用即、这个配合今仔日一段经文，甲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啊，首先有一天伫即个伦敦吼，我真早起来，啊，起来咧运动的时阵吼，哇，即真正啊，所在安那翕得安那水，啊，安那翕安那水的时阵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啊，通常咧咱拢真去习惯对人的欣赏，哇，人的厝真水，啊，人的当有甚物款的真好一个状况，啊，总是咧。当咱常常伫遮咧做行动时阵，咱是毋是愿意来做一番改变？即、这个改变就是今仔日咱所看即个新闻站内面咧讲，讲为着主的恩国，你要来放下，你要来放下，就是阮一个生命中一个改变，爱互你个生命一款完全无共款的一个改变。伫咱的人生一个优先的顺序，爱做一个调整。因为每一个人拢是有限的，每一个人共一个时间，干呐要做一项代志。所以，若是安尼时阵，咱需要做人生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调整，甲做一个改变。啊，底下真正看到，素材啊翕到安那真水啦吼。啊，而且咱继续来看，讲今仔日咱的这个圣经章内底有讲到，讲，什么叫做得到百倍？当你来放弃，你来放下，你来改变你的人生一个优先顺序的时阵，上帝，咱的主将来毋捌对咱有亏欠，要让咱的性命得到百倍。这个百倍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百倍呢？啊，我相信讲一个圣经一个作者，伊无法度真准确去算，讲什么叫做一倍，什么叫做一百倍。但是咱若看原文的意思，就知影讲这个百倍叫做讲，互你恶的想象，你安那想都想袂到。咱的人生一款，互你安那想都想袂到，一款得到，这个是假设今仔日咱所看这个新闻在咧讲，你得到百倍，互你恶的想象的，你无法度会当想象讲一款的一个领袖。煞只咧。而且嘛，讲到就是讲要来承接因果，这个承接真做是整个宗教改革以来上要紧的一个重点。这个承接叫做啥？叫做因信称义啊！因信称义的意思讲，承接是咱领受是白白领受，
第二是讲，因为你家己做滴什么款的好啊，所以你当得到什么啊，得到无同款的一个改变。即种是讲一个领袖，是款一个成就，就是讲，咱是比伊领袖是讲是上帝所赋予的啦。你若特别讲到这吼，啊，我着甲阮老师们小巧小骗一下，伊若无来话紧吼。伊伫少年的时阵吼，啊去考驾照，咱知影即样考驾照吼，有一个所在上坡起步吼，你若倒退路的时阵啊扣16分，啊若连人去熄火吼，啊你去扣16分，啊就讲下次再来吼。伊讲伊咧考驾照的时阵吼，伊刚才特别紧张啦，啊到伫伊咧上坡起步的时候，真正抓起来熄火，哇啊熄火的时阵吼，佮倒退路啦，啊但是迄个时阵伊讲吼，伊一点吼，我不管不忙继续吼。啊！你开，啊！开到结束的时阵，转台伊主考官来看一下，讲一句讲，哦，终于考完了。主考官嘛，甲看一下，讲算你及格啊！原来你咧在考十啊，考十啊，啊，就是下次再来啊。啊，但是咧，主考官甲讲一句讲，算你及格。人家再来想看卖，这个算你及格，就是一款叫做隐形潜力啊。人要驾到主耶稣基督伫上帝面头前。上帝要算你及格啦，无咱任何代志，咱大家拢无及格，咱是充满着罪性者啦。总是诶，即款得到百倍是恶的想象诶领受，是上帝予咱算咱及格。所以咱继续来看啊，我要继续甲大家分享着讲，即逝去英国诶一个啊拜访中间，啊特别咱去找着有两个宣教师吼，这两个宣教师伊伫。少年吼，是安尼上精华、上安尼潜水岁月的时阵，拢来到台湾。啊，有一天，阮就去到伊见面啦吼。啊，因捌将因放下因一切，才来到台湾。啊，到伊见面迄个所在吼，就早因伫遐等。我看讲，这一位是张怀彤，我等下介绍。另外一个，这是叫做包佩玉啦吼，伊什么 brand？ 啊，因伫遐啊，咧对阮欢迎。啊，然后咧，伊讲是礼拜日。所以要做礼拜之前，先去参观建筑咯吼。哇，伫遐各所在看，遐建筑有拢超过100年以上吼。啊，伊在有一个即个国王学院，即国王学院是所有建筑的学生啊毕业时阵，拢爱用即个国王学院出来。啊，即个到三一学院的时阵吼，是咱牛顿的苹果树啦吼。啊，即站是讲牛顿吼，伊对故乡摕来伊个所在建立起来。啊，所以听伊讲吼，即、這个。剑桥的文理系也是数学的学生吼，因咧领成绩单吼，老师拢是对于二楼三楼啊跳落去，叫做吼测试一下地心引力啊吼，所以这是一个三一学院的所在。啊，其中有一个足水的学院叫做圣约翰学院吼，迄、那个所在是咱台湾一个真出名的，一个武侠小说的作家吼，叫金庸，伊捌伫迄个所在读过册。啊，煞只时间差不多到吼，我迄我这剑桥读所在拢真水。是不是今仔日吼要来带阮去一间安尼千人聚会一个大礼拜堂？啊，总是咧行，拢行到一个路口时，讲哎到啊！今仔日吼，咱要来一间礼拜堂做礼拜。讲哎奇怪，啊，搭所在咱我先来一间，我特别来细细间啊。当时啊，这间叫做圣克鲁巴教区，哦，圣克鲁巴教会。啊，这间礼拜堂，这间教会吼是一间长老教会。啊，奇怪咧，哪会带来一间教会做礼拜？原来咧，在头下咱所看这两个宣教师吼，拢是对这间教会所差派出来的吼。啊，这间教会其实嘛有偌大间，就安尼足简单咧。啊，而且咧做礼拜人吼非常少，啊，差不多迄间有较侪一丝啊，差不多有50个人。哦，总是咧，伫礼拜煞时阵，啊，阮去参观伫这个伊叫做吼 Emerson Hall， 就是一个教义厅的所在。内底这个教义厅有一面表，这面表就是。这个教会特地上骄傲的一个表，因为这个表里面记载对1885年到1987年，这间圣克鲁巴教区，这间教会，家己所差派出去，到底全世界的宣教士拢总102人，其中有侪侪人来到台湾吼，啊，而且安尼是真清楚，总是咱通看到讲，啊，这也是包括伫。台南捌做中研中学校长的万延华老师吼，伊是叫做 Edward Barnes 吼，伊嘛是对一间教会所找派出去的。啊，而且咱看见吼，这
插播一下，咱咱咧看即个西班牙会吼，西马会的时阵，啊，其实咧咱看对英国人，因自古早因对即个台湾，1945年进前，因签证叫做《佛莫萨》，1945年伊就签台湾叫做台湾，但是呢，对中国伊就是一直签吼，叫做是中国。这是伫国际上顶面，其实因对英国人伊就真比较真清楚吼，来当对即边。这个表中间吼，咱看出来吼。啊，但总是伫1987年了后，因这间教会也宣告以上政策的改变，所以因无强调去派宣告书到海外。但是因伫这个剑桥做台湾做真好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。啊，其中一位吼，真高水吼，这个、今年已经差不多八十岁啊。啊，伊叫做伊丽莎白·布朗，伊就伫遐比伊的名，讲啊，我的名伫遮。啊，我叫做包佩玉，哦，伊1981年来到台湾，差不多有30年，将近30年的时间。伫即个台湾戒严时代，台湾要对即个普世教会要写真侪书信，拢是通过即个包佩玉伊来写出去。啊，将咱台湾的处境，互外国的教会当真清楚了解，需要对台湾的关心，其实拢是出自伊的手。伊捌做即个格顺牧师的一个秘书，出自伊的手。啊，写真侪回信来，互外口的人会当了解着，啊，对台湾继续来关心。所以其实这嘛是一个，啊，所讲就讲，这個、文字的一个重要性，帮助人会去对别人会当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体贴。啊，煞接就叫做John Whitehall吼，伊讲，啊，我叫做怀玉涵，这个怀玉涵牧师呢来台湾20年，伊是1951年的时阵来到台湾，伊来到台湾呢上了不起做啥代志？帮助台湾族来翻译圣经、翻译圣诗，啊，所以咱看到讲整个台湾吼，目前原住民的些宗教文化，其实做了上进展，啊，上认真，啊，咧当做这个宗教运动的，其实就是台湾族。啊，是安那呢？因为族长有法度用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，这是一个真重要一个所在。然后一个教会呢，来强调讲读圣经、圣经的运动。其实咱会当看见讲，即个根基会当真在，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将来吼，啊，即嘛是真特别的一个人，伊会当讲十国一个语言，哦，所以等伊拜访伊的时阵，伊可以当伫遐读即个拜访中的一个话，吼，来当来读出来，啊，真欢喜伫遐解读成熟的，啊，出来的时阵，伫即个圣约翰学院遐吼，有一条桥，这条桥吼叫做叹息桥，是安怎叫做叹息桥？因为真侪学生伊若摕伊的成绩单出来的时阵，教育。一条桥吼，伊也拖大贵，哦，可能成绩不好啦吼，所以常常叹息，所以叫做叹息桥。啊，总是伫迄个所在时阵，咱来看去，咱的人生唔免伫遐拖大贵，咱的人生要紧的就是讲，这个时阵咱要来做一个改变。这个改变是啥？这个改变就亲像今仔日咱所看，既然为着我的名要来放杀主体，咱也需要拖大贵。咱为着这个名来放杀主体，来改变咱的习惯，改变咱的生活的时阵，咱看去。当得到百倍来形成变化，特别呢，今仔日我的主题叫做讲大声的嘴嘴要做落尾，落尾要做大声，啊，这是怎款的一个因果呢？啊，伫咱下面咱来唱一首圣诗吼，这首圣诗其实是威尔斯的圣诗啦吼。啊，阮伫去抓一个旅游中间嘛，去到一个威尔斯，啊，这个威尔斯吼是真安静啦吼。啊，咱看见这张图，这个相片中间吼，一个形式较乌的吼。伊毋是英国人，伊是对印度一个县叫做米罗兰的所在去到威尔斯才做宣教书。因为咧，伫100多年前，真侪苏格兰、英国啊、英格兰的这宣教书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嘛有足侪宣教书对威尔斯派去到米罗兰迄个所在。所以咱想着讲印度，就想着讲啊，这是一个吼啊，充满着印度教、佛教啊，侪侪宗教一个所在。但是，即个印度弥勒人即个身份，伊是超过85%的一个基督徒，啊，所以即卖伊嘛会当找派真侪宣教书回馈吼，到底威尔斯迄个所在对伊帮助，啊，这就是咱看见，讲啥物叫做讲落尾要做大先，大先要做落尾。今仔咱看即个30章，即个圣经伊讲即个大先，即个大先原文是啥？即个大先原文是讲是吼，坐官位的啦，捌较侪啦。靠近捌的人，安尼叫做大圣的人。你靠近捌，你坐官位的人，你愿意要来做落尾，就讲你是官位的，你是认捌做，
但是呢，你愿意谦卑家己，变成迄款正卑微的身份，安尼叫做是大先要来做老母。那你安尼做的时阵，就当看到讲，这原来呢，这卑微的人，伊会当来高举，伊会当真做信用真好一个模范。啊，这假设啊，所以咱看见另外的分数，内底其实伊的意思是讲，愿意的愿意谦卑，你好遐个知识人，伊当荣耀上帝一个名。当耶稣基督伊咧记这个的时阵，啊，其实犹太人当听啊真清楚。因为因的心意是讲，犹太人在跳舞吼，一种跳舞方式是安尼绕着一个圆圈呐。这头前迄人吼手叉腰，后边人吼就将伊手揢咧伊颈仔头，啊，伫遐跳跳跳吼，啊，伫遐一直跳。啊，跳到一半是讲，可能你无啥趣味吼，坐过来，吼，我转头的时阵，咱变作原来迄个位跪伊咧手叉腰，吼，这头前。啊，原来咧这头前迄个人就跪伊个手囥咧。头前迄个人肩头面顶，所以呢，当耶稣基督咧讲这个大先做落去的时阵，啊，因就听到真清楚，就是伊份跳舞的一个方式，安尼坐登弯来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恭喜伊份一个快乐。高举的人，有钱捌，有财捌的人，你愿意来谦卑家己的时阵，看见着这落去的人，伊嘛伫这信仰要做模范，这敢毋是大家做伙来分享这块的一个快乐呢？啊！伫即个威尔斯的所在吼，啊，阮教伫一间教会，即间教会牧师就是对米诺人迄个所在来，吼，伊叫做John吼，啊，伊真趣味啦吼，因为即个威尔斯即个教会吼，虽然礼拜日真大间，但是做礼拜吼未超过十个人啦。啊，安尼是要安尼牧会，要安尼经营，啊，但是来来发展讲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吼，所以呢，伊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方式，伊就每一个礼拜日。请社区的人做伙来啉茶、啉上午茶吼。啊，咱看伊个面是啊，十一点到十二点吼。啊，总是呢，伊呢吼，伊个人是有够高个吼。十一点到啉茶啊，讲十二点，讲到一点外吼，啊，未食中昼，等我巴肚食到枵吼，嘛，佮继续伫遐咧啉上午茶。啊，但是呢，发现讲即个约翰牧师吼，伊有一个真趣味个所在吼，即个社区教会会当发挥真大一个困难。就讲每一遍聚会时阵。唔是邀请社区的人伫遐啉茶尔，到落尾伊拢会甲你讲，讲啊，哪咧咱今仔日咱为着世界多一个所在因的欠缺，咱为着因来祈祷，而且呢，祈祷了后吼，佫爱有奉献。啊，你咪讲得超十个人尔，但是伊做强调讲吼，爱迄款吼献上，爱献上家己，无管讲钱的多还是少。啊，所以当伊咱十几个人的时阵啊，有一遍。伊即个约翰牧师吼，伊就比讲吼，伊咧教伊听吼，内底打一撮感谢状，其中有一张比好看，讲你看这张吼，即有一遍，有一遍阮伫遐聚会了时阵吼，啊，我将即个对非洲来的一个机构因的欠款，因为咧因伫遐咧关心真侪，啊，无我都食饱的即个小朋友，啊，阮吼迄礼拜，阮伫遮全为着因捐150英镑。刘先生，你敢知影？这个150英镑到底是偌济？150英镑，那乘以50吼，等于是7500块的新台币。啊，这个7500块新台币吼，就等于讲，伊遐简单食一顿吼，就差不多爱10磅啊。就等于讲，简单食无啥物件，就500块新台币啊。啊，你想看嘛，150英镑会带做啥物代志？但是伊讲吼，这小小的亏啦，这伫英国是做无啥物代志。啊！阮从这150英镑寄去予这个机构时阵，无偌久就接到因的一个感谢状，伊来甲阮讲，是感谢，因为你这个150英镑，予阮伫遮继续会当养饲这囡仔，予3个月去留饱。哎呀，你看卖，一间小小的教会，伫遐因做一个真简单一个举动，好暂时讲啊，这无啥物货，但是这款真简单的一个举动时阵，会当帮助侪侪人来得到。啊！比人因此得到一个包，所以参加这个世界一个改变，有当时啊，唔通咱想讲咱家己所做是非常细。啊，而且咧，因这个教会内底吼，一个真趣味的团体，叫做不知道团契吼。啥物叫做不知道团契呢？伊讲吼，阮都唔知来教会要做啥物代志，啊，牧师就甲阮讲，讲来，你就来就知影。所以阮即款这不知道团契吼，礼拜六会在，大家就来。啊！来的时阵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嘛唔知咧创啥。
我讲叔啊，你原来要创啥？我啊，无安尼吼，你看迄壁吼，啊，阿查查有咱来去问问吼，甲粉刷一下，哦，我足欢喜啊，对不对？去甲粉刷一下，哦，啊，就甲你问问，我啊，就做啥代志？啊，这过过一礼拜，拜六时阁来，我讲叔啊，我到底来要创啥？我啊，无你看迄圣经吼，迄皮大家来甲补补嘞吼，我安足欢喜的，提安尼吼，甲迄圣经这个外口的壳吼，来甲补补。所以呢，体会到一个代志，人。你的心若伫遐，你自然就知影会当做甚款老师。毋通想讲来教会毋知要创啥，你人的心来，你自然你就知影讲要直接得到甚款一个领袖，你就知影讲应该为着这个社区先教会做甚款一个老师。啊，而且我要来介绍我把迄个牧师，当131年前把迄个牧师来创设，就讲这个主领导，到底130年前吼，就是1885年时阵，咱台湾开始来发行第一份的报纸。这个发行第一份的报纸，嘛，加这是，那是干全台湾，哦，是整个啊，全这个东亚吼，会当用家己的母语来发行这文字，这是报纸。啊，所以咱看见着讲，把这个牧师以这个代志来做成功，予咱的一个咱的信用一个转变，啊，开始会当用这个理智器阿姨话哦吼，会当家己来看着吼，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这是一个真了不起。最主要是因为马克里牧师，伊愿意亲像咱今日圣经在所写，伊来放弃，伊来放下，伫迄个关真好一个生活，啊，予咱台湾人甲来改变咱一个命运。啊，伊伫台湾拢从60年久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咱若看到马克里牧师，即个19章一直到20章，到伫耶稣基督要进城进前，即个两章中间，其实耶稣基督要上强调是一个讲，咱来为着别人来洗脚的一个情形。啊，今年啊，伫这十月初的时阵吼，我到英国，啊，因为公布社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爱帮这个江怀宏，这个真了不起，一个华约翰牧师来帮伊做传记，所以我伫遮，我伫遐有找到一个李建平吼，摕着托书的一个咱的台湾的学生，啊，伊愿意伫遮啊开伊的时间，继续为着因吼来做出来记录，啊，总是咱知影，伫迄个所在的费用其实都是真贵的。我要讲，即就是讲，其实物资工作啊，头拄仔咱阮张老师咧讲，讲即个拢是免费的。咱来看，咱手中摕一张，即个教育部公所发出来即个代导信，就是阮每一年啊，要来提供证教会，咱所看的，无论是讲，无论是更新，啊，是讲即本是今年所来发行，即个叫做《少年青年光》，阮即个拢总一年需要3200万一个经费。啊，真感谢主啦吼！伫迄番困苦中间吼，咱看伊讲，伊个平平仔过仔过吼，啊，来个同安来同款。啊，阮是吼年头一年无安尼过吼，啊，则拄啊真感谢主讲，啊，阮个年年能过，当然嘛是个年年过下去吼。啊，但是这是一个真有意义代志。啊，当咱想起着讲，遐个宣教师因来碰见，因真好一个生活，愿意吼。台湾的人来享受这块土地的时阵，政府机关做更加正式、真要紧的一个工作。啊，所以，你啊，啊，我要请大家来看一张，这是我对台湾教会因开秋季聚会时阵，我去提前卡片，请台湾教会所有牧师因来签名，啊，然后提起到英国，哦，这个华约翰牧师来看，我啊，伊啊感受到哇，真感动，伊过去啊，奉献伫台湾。即个当看到就是讲利益啊，我嘛唔盲讲，伫即每年时阵会当将一本册特别咧纪念即个啊咧，对华约翰牧师吼，真侪伊的一个好所行一个造诣，会当来纪念落来，来帮助咱台湾的人来唤起着讲，等150年了时阵，咱要继续来向前行。啊，即个是今仔日我要用这段圣经在甲大家做位来分享，嘛真感谢咱中华教会一直对。台湾教育工作社吼，我对阮有一个关心在顿。啊，今仔日我阁看到一个，啊，头拄仔看到迄个，华侨乐吼，柯志伟长老弟啊，我即个知影。啊，我即摆看迄个，逐礼拜我来看咱英雄教会聚会，啊，咧过到伊带迄个诗歌敬拜时阵吼，伊摕一本册来介绍，伊非常搞自助性行销吼，啊，对个对工作社即个册吼，人家回答较好吼。啊，当然是开玩笑，我是讲真感谢。电话教会对阮关心在顿啊，伫金钱上常常对阮就是帮助，啊，这是阮积极心态，嘛，希望咱继续用福音，就是用予咱继续来努力来。
不早。啊，伫虾米就是祈祷了时阵吼，我有一段五分钟，也伫咧写台内吼，当方便大家了解目前伫台湾教育工作下所咧做一些事情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祝献上我的感谢，你伫无共款的世代，无共款的所在，予侪侪人会当改变因原来的生活模式，愿意弃舍来跟随你。主，我知这是你稳定满满，是你的福田。但这个时阵，我嘛知影，我唔免特别做啥物代志，我只要伫我的生命中搁一遍。立志接受你号召，特别承接对你而来永远的活命。感谢主，愿你继续祝福永福教会，伫彰化地区正做基本平台，是光是盐，引带侪侪兄弟姊妹来享受着你的稳定。也恳求你继续祝福伫台湾广播社，把阮所做的福音事工。这做是建教会上好传扬福音的工具，而且呢，阮一日百日来看见，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